30秒到达战场。就他一个人，他在这干啥呢？他一个人在这干啥呢？这小子，炸完就走，看见没？听见没？炸完就走。哇哈！中的都是解脱，来拿吧。太对了，让我别吃。哇哈！让我别吃是不？哇哈！带装备，带装备，好闪！可以接受，我带传送呀，这多少钱呢？等个15块够哈，哎，够啊，传送。300块双 buff 屈服。恶心人开始，哇哈！哇哈！我才不是机器人！哇哈！哇哈！抓我了啊！只有炸弹，没有人。左边小心点蜘蛛啊，你这老跟我凶什么？我靠，原来是蜘蛛来了。哎，有点烦躁啊。哇，我天哪，我这会死啊，哎，有点烦。1万1700块。可以啊，可以接受。刀妹妹抢我人头。
不能在这装些什么玩意儿了。非得换我这一千，这真有意思，非得换一千给我，有意思的小朋友，真眼。哎兄弟，你怎么老往这里走啊？有病是吧？啊，就这么硬来？这边的 AD 也是，真牛逼！真牛逼，这 ADC！ 哎，你们咋那么凶呢？你们凭啥凶我呀？不是，我怎么个矮就让人凶？往这边走走啊！哎，你别使劲追他呀！你不能硬追，这怎么能硬追？你不可以硬追。炸弹没有人啊、哦！很近的往上冲啊！我操！哇，他们家硬冲啊！硬着把我二哈给我拆了，一个一个往上顶啊！哇，你是不是有点太猛了？猛的好，就得这样往里冲！哇哈！嘚儿！推动！炸弹也是往里冲，哇哈！拆高地，这蓝 buff 吧，来个蓝 buff。
我操！哎，这也能下来？搞笑呢吧？为啥这能给我踩下来呀？真的呀？除非他们硬往上怼，那行。你这些人老用闪现杀我。哇、wow, ，凯南，凯南这边虚区拉满了，哇哈，炸，哇哈，哇哈 ，shut down， 凯南十三级。被我秒了，啊！我是觉得对面卢仙死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寻思对面没什么太大问题，五个人打四个人还能让人推了吗？我想过了。哎呦，大虫子！哎嘿，哎我的妈！这都能给我秒了，跳楼！不服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来一个虚空之杖。干啊，打呀，可以打啊，那凯南有闪有点随便干呢、啊、哎你就直接指他，大龙不行就大龙或者是中推，这都可以。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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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把大龙打了，出个女妖就好办了，这就不怕让人那啥。刀妹儿 MVP， 刀妹儿熟的 MVP， 我直播吃屎。哎，就281个兵，早早就18级的炸弹人，全场虚区最高 MVP 没有呗？你这干嘛？这 ADC 一秒就让我炸死！哇哈！那卢仙吃我一个大，只剩这么一点血，哼，直接剩了这么一点。